大家好，我是云爸，为各位介绍一下 Galaxy Note 9，它一个功能叫做百变 AR 贴图。那什么是百变 AR 贴图呢？来为各位示范一下。按建立虚拟人偶，就先摘一下眼镜，整理一下吧。按下一步，建立虚拟人偶，还蛮像的。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拟真型的，另外一种是比较卡通型的。选择拟真的，然后选择肤色，选择头发的发型，选择眼镜，再选择衣服，选择背景，储存一整套 AR 贴图，这那个图像的模拟，看到吗？那除了自己的 AR 贴图客制化之外，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选择加号去下载它三星跟其他公司联名合作的一些贴图，像这边就有《冰雪奇缘》，它会跟着我的脸部去做表情、做变化，共有四种《冰雪奇缘》。好，有了这个 AR 贴图功能之后啊，各位 YouTuber 们，如果你是一个不露脸的 YouTuber， 那你以后就可以用这个 AR 贴图录制自己的动态影像来代替自己来露脸。还蛮可爱的，这是Galaxy Note 9的一个功能，在 S9 上面也有。好，分享给大家，拜拜。